Hello， 大家好，我系 AMDG 嘅 Vansie。咁今日咧就喺呢度就开始一个新尝试，因为就间唔时都会收到啲朋友咧 send email 或者 message， 我哋问我哋一啲 chord 啦，或者一啲谱啦系点样去弹嘅。咁亦都会问我哋啲乐器系点样去做处理嘅。咁问得比较多嘅咧，就系我负责嗰个乐器 ukulele 啦。咁就 ukulele， 我见大家近年都好多人兴啦，去学啦，咁咧就比较容易学嘅乐器嚟嘅，都好啱女仔弹，因为譬如我啲手唔系好大，包唔到个吉他嘅话咧，就可以包呢个 ukulele 啦。咁我哋今日就用，既然第一次啦，咁又系用 ukulele 啦，咁我哋就用一只简单嘅歌开始，好唔好？咁就系呢只啦，创世纪。好，呢个创世纪咧就唔难嘅，因为佢系 C major， 咁 C major 系一个比较容易嘅 chord 咧，亦都系比较容易嘅 key 啦。咁 我有 C major 嘅话，咁我当然有 C major chord 嘅。可能大家都識嘅，如果你彈 ukulele， 因為一個最基本嚇。咁之後咧，要學嘅 chord 咧，啲特別啲嘅 chord 咧，我講緊就係有 F sus。咁同你平時彈嘅 F 咧有少少嘅唔同啊，F 喺度係咪？咁 F sus 就咁。咁就另外咧就有呢個嘅 C 五啦，C 五就繼續依隻手指唔喐啦。咁我哋擺隻中指去隔離。咁同我哋彈嘅 C。就加多咗一個 G 聲落去，OK。咁呢三個 chord 好重要嘅，因為佢構成咗呢個段落，成日喺創世紀裏面聽到嘅。OK。咁就其他會出現嘅 chord 咧，就係有特別啲嘅咧，就有 C sharp diminished seven 啊，係一個 chord 嚟嘅，個名好長啫，不過好簡單。C sharp diminished seven 啊，佢有另外一個名叫 D flat diminished seven，但我中意叫佢 C sharp。OK， 咁另外會出現嘅 chord 就係有 G seven 啦、E minor 啦、D minor 啦。OK， 試下先。第一天，天主創造天。左手就要學右手啦，因為當我哋去到第二天開始咧，就會一個比較活潑少少嘅 strumming。咁 strumming 咧，依個 strumming 就唔難嘅，因為都係好基本嘅 down down up up down up down down up up down up 咁樣樣。咁試下先 down down up。建議大家要練習下，因為要知道幾時轉咯。但都好似有啲唔同喎，因為我漏咗拍板。咁拍板就係增加個 rhythm， 增加嗰個趣味性嘅一個少少嘅 technique， 就係依下啦。咁啊，如果就加埋落去就變成咁咯。成首歌就嗰個趣味性啦，同埋佢嗰個節奏感會強烈啲嘅。咁就夾埋一齊就變咗係咁樣啦。第二天，天主創造天空，在世間要有共衷，在上面。Thank you.
再教大家好唔好？拜拜。